上学时的暗恋女同学出来，她突然对我说：“你是不是要跟我表白？”怎么可能？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是吧？而且咱俩这关系……那你这点叫出来干嘛？散步啊？也不是。就是……你到底干嘛？你说不说？不是我走了？不是，准备说了。我有点饿了，要不咱俩去吃点饭吧？自己吃吧。我喜欢你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我喜欢你做的面条。不是。你干嘛去？回家给你做面条。